非常的拼，不管是想要挑战这个三连胜的兄弟相，所以是由张家元呢来接。场上头球的还是这个步骤，一棒落空，结果缴了白卷。这球吸引了啊！王尚伟现在是已经他的这个眼睛的那个焦点已经乱掉了。谢谢。反方向，这个球不好处理。张家元一上来就有声音，稳住脚步，传一垒，传高啦。被这个一垒手的假动作，李俊强的假动作影响。来看一下，方中国已经移动到一个最深远的距离，传高，那传准其实也来不及了。这个球到底传到哪？我始终看不太清楚。被接走了，好厉害哦！哦，李俊强这跳得够高，真的够高。他做假动作要想要骗他，没有想骗他，他落了，他一绕一弯过去，对，配合就出去。没错没错，但是这个跑垒指导教练应该有帮忙看。四十打席当中有两支的安打，其中有一分的打点。也是跑着走，这个球轻轻一带右半边，是接了一个安打。这时候跑者绕过二垒，要往三垒推进。这黄振伟的打击状况是比较差的，哇，这个战术做得真好，哇，这个球也打得是完全没有话讲。球投手的球的投的位置呢也相当低了，能够打成安打相当的不容易。念到一半就准备故意死坏，不然下一个打击打会是什么结果？对，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代码。黄振伟。外野的几率就来了，球数是投手领先。十局的下半，紧张紧张紧张，两好球两坏球。今天主审裁判比较窄，一路走来大概都是这样，只是大家会说，哎，那保送不多，那是因为投手控球不差了。对，尤其像高敏进啦，甚至于买家的控球不差。我这球高了一点，稍微高一点，到了时刻来到，这个跑垒这时候还得谨慎。现在是一出局，满垒，然后三换四比四。这球三垒手跳起来接到之后回传本垒，再往一垒传，来不及了。刚才是封杀了三垒上的往本垒跑的跑者。现在是两出局，加有两次的再见安打，一次打金队，生涯第一次是打金队，第二次是打米迪亚的前身陈泰，分别是2000年跟2004年。那今天呢，他还没有安打出现，这时候就得靠真本事了，因为是两出局了。右半边被右手接杀出局，留下了满垒的陈磊，十局。有一场和一败一个中继点，也有一次的救援失败，这个守护神泰德这时候换下来，取代了林冠仲打的第一次被三振，总成为场打第五次，我这时候先用郭一峰，这几年还不多见，真的不多见，以前不简单，是前两三年了、那牛棚是被人家打服了，哎，为什么下雨会漏水？会发啊，更没打两支安打被追平，其他的整体表现是相当的够水准。连续两坏球，而且前面一个都打滚地球，我有12分，但是败了一个记录。哎，上垒了，上的是王俊仁。右肩传了过去安打。一样的状况，又是安打，真的非常的够水准。这时候呢，钟荣生又叫暂停了。哦，这个球是有点失投，对，球速领先，投这个球投得不理想。变化球在高的位置啊。今年王一鸣也不错，猛打赏三支安打的出现，比起去年的平均数要高一些。12局了，这个真的要，因为是左投手连续两坏球。两出局之后，中信金队今天有攻占，状况不好，这个球偏高。四坏球保送，本季也还没有安打的出现，是中信金攻占满垒。
我们真的是想赢一场比赛啊！感觉丁一尔、曾佳敏感觉应该是直球比较有一些控制力，变化球都一出手以后哇就高了。看看郭一峰怎么样来跟他搭配。一好两坏，哎呦，助身球，哇，手分，果然是四成的四块球了，几率还蛮高的。就符合我们说的，然后我真的还蛮难投的，蛮难。想场边现在相对又有投手热身了，但是有点状况不好，原始还是一个满垒，打得结实，安打了，这至少要回来一个两分。三分都有，一垒上的跑者现在上三垒停下来，下来了。方是接连五个打击上垒，包括三个四死球跟两支的安打。